明顯係一代啦，一代咯，二代，暫時都仲係一咯，二代，一代啊，最火嘅是一啊，一代，二代，而且還是第一代，一代啊，都是，肯定係一代啦，二代吧，代咯，啊一代啦，二吧，我覺得，其實二代一直都挺火，二啊，一代，二代，二吧，那就，可能一咯，啊，一咯。五年后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十一吧。五年后都一代。五年后我觉得是六代咯。五年后还是一代。冷咗就系十一噶啦。五年估计也是一吧。十一代啊。我最喜欢是十一，我希望十一啊。五年后估计都是一代。应该十一吧。也还是吧。五年后。我觉得还是第一代，第四代吧。五年后我自己觉得会是十三代。我喜欢四代，四代吧。应该都会是，因为我觉得一代有经典。Maybe 是三四代啦。还是一，我觉得。五年后我觉得往后推吧，六代吧。我喜欢一，都是一代，对，一代是最好。我觉得应该是十三吧。五年一咯，我觉得是，都是一挂。最后一张。